在之前诊室，毫厘间的变化会让患者表情立刻失控。咱们就往最坏来说，是一个早安，最大镜已经1.3公分了。有人失笑，别看前年还干嘛呀，今年都没了。那对呀，那还看去。有人说笑，在我们这病例可不是年轻吗？你这。有人艰难挤出一个笑容。上次我就说这个喝水没事。张毅习惯以轻松笑容抚慰患者，这是医者开出的另一种处方。病人很焦虑，而且频繁的做 CT。其实呢，对于这个肺结节来说呢，我们知道虽然筛出的非常多，但是呢，应该大部分来说都是良性。而笑容消失，则意味着危险将至。哪儿出血？血肉碰撞。我知道哪儿出血，你先告诉我哪儿出血。是后胸壁肋间动脉吗？你觉得？好比铁塔呀。现在压心脏了没有呢？能坚持吗？是一种无力的，我反而救不了，你知道吧？医者团队置身胸外科，直击守望相助的风风雨雨，见证刻骨铭心、失而复得的治愈笑容。当病人感谢你的时候，当高高兴兴出院的时候，特别高兴，特别爽的那感觉，就觉得自己像个小英雄似的，就是说很有成就感。看看啊，准备好了。行，那行，那准备到时候让他们那个来召集完了再一块弄，好吧？哎呀，喝口水。哎，那天天老是跟打仗似的，是啊，各种事儿。哎，好，我看一下。张毅马上要去看望一位特殊的患者。在此之前，患者因为手术风险过高，被当地多家医院拒收。我去看一眼。哎，我这里个，这会儿不难，高速上那会儿这一摇摇的。他叫张华，一位精通水稻种植的山西农妇。3年前，种植最凶的感受，时常令他极度惊慌。一发现这个病哇，哎呦，好比铁塔下，把我箍的，哎呦。我跟我老公说，咱们没钱人得了有钱的病了，这可咋办？憋气的痛苦忍受了3年，直到连下床、洗脸、穿衣服这样的小事都力不能支，张华才去医院拍了3年中第一张胸片。结果令他心中一寒，压在肺部的是一个巨大恶性肿瘤。那可不，我这家里起都起不来。嘴整个都是黑的，连个袜子都穿不上，没气。3年时间，肿瘤已迅速长至20厘米，这几乎是一个足球的大小。肿瘤扎根在张华的胸腔，压迫心脏，将左肺挤压的几乎消失不见。当地没有任何一家医院敢冒险收治张华。这个瘤子远远的大于心脏的体积，那么可以把左边的肺都挤压了。如果这个病人不做，我估计啊，就光这个压迫症状喘边估计就够呛。还有压迫心脏，心脏突然骤停了，可能要不了多久，瘤细胞掉到胸腔里边某一个部位，就跟随风飘扬似的，掉到胸腔的某一个胸膜上，它可能长出一个小瘤子。这次陪同张华前来手术的是默默无言的丈夫和略显迷茫的两个女儿。午餐只有一个菜，在这样需要用钱的时刻，全家都要紧衣缩食。在当地医院住了一个星期才搞多。我是大概二十多天，2个多星期才搞的他。俩一组。搁别人不小就孩子到操心。你说我有2个孩子，操心2个。
从家里要？农村家庭呢，一般我们都是啊，知道因为观念的原因，男性呢，尤其这个父亲可能是叫主导地位。那么这个她的丈夫呢，实际上是比较憨厚或者叫老实，平常跟他接触过程中呢，他的话很少。这个男的在外边打多份工，所以不光是一个维持一个家庭的这个生活的运转，而且呢还要支撑或者培养几个孩子，所以我觉得这是很不容易的。给我送来饭了。你回去吧。哎，我老公特别辛苦，每天给我做饭送饭，一到看的时间到了就给我打水。哎，反正我老公真这次打击的挺大，你也做那个检查签字呀啥的，和患者是什么关系？你说把我老公惊的就这儿写啥呢，就不知道啥关系了我俩。对那个阿姆西，可以是吧？嗯。嗯，好，谢谢，没事。你给吹个气球，我看你现在怎么样，吹的。新的可费劲。新的费劲哈。这一点就是农民的毛病。有病就宁扛，自己也不舍得花钱呀。我连颗感康都不舍得花，我就吃那感冒通8毛钱一片，叫我做个片子。对，我说是，哎，70-80我就拍一个，上个150-200个我就舍不得拍了。如此大的肿瘤想要取出，除了劈开胸骨，张毅别无他法。但影像显示，肿瘤在有限空间中呈爆发式生长，已与周围大血管几乎融为一体。术者分离肿瘤时，如果不慎，可能引发大出血，造成张华死亡。很多胸外科医生都曾在这里跌倒过。这个亮的这个呢，这都是血管，这个我说的都是咱们人体最大的啊血管。你看它这个肿瘤的话，就灰色的这么大，跟大的血管动脉全部贴在一起。那么说句实话，哪个破了都够呛。但张毅从影像中读出了不一样的内容。你看这个看似没有缝，但是呢，通过经验来讲，我认为它这个瘤体呢，似乎边界还算规则，啊，不像那个完全张牙舞爪的那种，觉得似乎还有一点非常薄的这种我们叫间隙。他隐隐感觉到突围。存在着三种可能，张毅嗅到了手术的机会。我们叫贴在一起的意思，就是说它可以是只是贴在一起，完了呢进去以后呢哪儿都不挨哪，也可以是紧密的粘在一起，没有完全侵进去。还有一种呢就是侵犯了。胸外科来说，其实当医生风险很高，所以我们很多地方医院，就是我们比如说这个一些地方城市，为什么？开展胸科很难开展，风险高，一旦出血那就是大出血。在我这个30几岁的时候，有一次也是在游离分离的时候出现了这个意外情况，可能是第一支那动脉就撕破了，那个血啊出得很厉害，当时我就用手指去压啊，堵枪眼似的，堵漏似的，这手指完全伸进这个里头去把它捅住了，不是压了，是完全把它顶住了。那就是你只要是这个手一离开的话，那这个就是胸腔半罐就都是血了。堵住了以后怎么办？我这手指不能再里头不拿出来啊，这才有一个喘息，才在它的近端才得了一孔，拿的血管钳，无创血管钳把近端夹住。极限空间挑战着医者下刀的毕生经验，张毅判断这可能是张华的最后一线生机，也是自己的唯一所剩机会。一早晨还微信问我呢，妈，你怎么这几天怎么样？感觉我说妈很好，你好好学习就是了。
张华渴望获救，又怕拖累孩子，而张毅清楚，他要挽救的不仅是一位母亲，家对他而言重于一切。在我心里，这就是很完美，她就是最好的妈妈。尽管一切猜测都亟待验证，但张毅有着自己的倔强，不能完全凭借影像释放信号判定生死，他要为张华奋力一搏。就是这么多年，所以我自己做的手术的病人的名字、术式啊什么的情况都在上面。也就是遇到类似的情况，我会往回看以前，做没做过类似手术。那、你看，这就是一个30岁才，还是我们北院普外的一个护士，男护士，然后10多公分的，也是一个很大的一个胸腺肿瘤，也是侵犯了挺大的一根血管。困扰张毅的难题是，恶性肿瘤巨大，张华体内最重要的几根大血管全部被压在肿瘤之下，届时因出血空间极度狭小，张毅很可能要挑战盲切，这让他不得不反复掂量大出血的风险。思考过后，结果令人惊讶，张毅准备将一台手术扩展为2场接力。第一台手术将最大限度阻止大出血的发生，此刻他需要介入科的帮助。我就这么想，这么大瘤子肯定是滋养，你看那个滋养血管，如果血型太丰富的话，它闯面会渗得非常多。胸廓内动脉再加上心包隔动脉，这是对胸腺瘤主要的一个血控。你应该可以看到，哎，这两个血管都很粗。啊，就这只，对对，你看它这只挺粗的。对，这只很粗嘛。那个是进到那个它那个瘤体了。对，进到瘤体了，你看明确的进到瘤体了。一旦这个，比如这血管破了或者断裂的话，我估计我手都进不去，就根本连看都看不见。那时候可就来不及着急。对，主要是这个，如果能摔一下呢，这样我在剥离游离的时候我也不担心了。第二台手术，则是手上真功夫的考验。胸外手术对麻醉与呼吸控制极严，张毅邀请麻醉科、心外科等专家共同推演手术步骤，争取接力抢命，在同一天完成。心电图是正常的，但是今天查了一个心梗，肌钙高，但是我们考虑还是跟他肿瘤压迫心脏是有关系的。他与这个，心脏前方或心脏啊，无名静脉以及肺门的血管的紧密程度，具体的情况也只有术中去判断，这可能给予术者比较大的压力。这病人心脏受压也比较重，我觉得有必要给他准备个10倍个体外循环，万一真的是心功能不好或者是突发的一些心血管意外的话，可以通过体外循环来抢救的。这个病人要考虑清醒查，因为你不能给激松，怕给激松他心脏会被压塌了。哦，我就等您开完胸我才敢给激松。对，他气道没事，我就怕他对心脏和大血管的压迫。一压循环崩溃了，咱也进不去，也处理不了。刚才呢，我在这儿进了这个全院的全院会诊，我们一块儿把您的病例重新讨论一下。马上就再上个，我们整点辅导机。张华的第一台手术开始了，介入科医生需要尽快找到一根关键血管，
阻断其为巨大肿瘤提供滋养的通路，从而最大限度避免大出血的发生。口令啊，来吸口气，憋住，坚持住啊。随着造影剂进入，被染色的血管逐渐呈现在医生眼前。巨大肿瘤内的血液尤其丰富，而让人出乎意料的是，通路绝非唯一，三根血管各霸一方，将肿瘤紧紧包住。医生马上开始进一步探查，很快他们发现这三根血管只是支流，而发源地也就是主干血管正是已严重变形为正常血管两倍粗细的胸廓内动脉。我们当时还考虑有肋间动脉，有这个支气管动脉供血，但现在考虑看着就这一根粗大的分支，当然我们还会再找一找啊，找一找这个其他的测试血管供血，是这样，好吧。经过反复确认，介入科医生精准锁定这根最凶险的血管，一根可以与人体组织兼容的金属弹簧圈被缓缓送入张华体内。影像下，弹簧圈自动展开，形成一个圆环状的结构，为巨型肿瘤提供血液的大血管被成功阻断。原来黑色的，现在白色的，流血有点稀。严寒天气，张毅提前通知家人为患者准备被子，他们需要穿过整个医院进入另一间手术室。过程中一直没有表露情绪的父亲张毅愈发沉静，他准备登场，病魔不能从他手中轻易拿走张华的春夏秋冬。再把这个弄在这儿。麻醉医生首先上场，张华出入心脏的静脉已被肿瘤狠狠压迫，术中躺平会导致肿瘤进一步挤压血管，届时救命的血液将无法进入张华体内。压的这个大血管一麻醉之后的话，是有可能出现心脏骤停啊。如果循环崩溃，在巨大肿瘤的遮挡下，张毅将无法做出处理。为保万无一失，麻醉医生在张华的右腿上又增加了一条通路，关键时刻用以补液保命。随着电钻登场，开胸手术正式开始。操作空间非常小，如果说一个很小，我比如一个鸡蛋，那你四周都是空的，但是这个瘤子这么大，占据了很大的这个胸腔，那也就是说给我们可以暴露它、游离它的空间角度就非常少。怎么了？没事吗？没事啊。张毅选择正中劈开胸骨，我能感觉到它的推力，那就行。这时候比谁这个指头长。肿瘤紧贴胸骨，劈开胸骨的同时，极易将肿瘤直接切破，但张毅早有对策。他用纱布钳在胸骨和肿瘤间开出一指宽的管道，以获得尽可能充分的切除空间。人名都看不到，你就是贴着这个胸骨后边。此刻我们真切感受到胸外科手术为何被称为打血战。张毅劈开胸骨的速度就决定了出血的多少。你这样啊，这再来一个，你扶这个，这样他待会儿会劈到这儿啊。保险打开得跟我说啊，这个保险杆我来开，好吧啊。
准备劈，好吧？劈吗？劈，一定要劈劈，一定要往上提着。劈了啊！快点，行吧，行吧。好嘞，劈开了哈。黄姐，黄姐，劈完了。肿瘤逐渐暴露在张毅面前，接下来他必须将巨大肿瘤和心脏血管等重要组织安全分离。手感非常重要，遇到像一个血管的话，你就不要硬掰了，那就要出血了。不出所料，肿瘤遮挡了张毅的大部分手术视野，他无法避免，依靠经验和手感开始盲切。你左边进去全是一大瘤子在那。张毅艰难地探索着，尽管看不到，但他凭借指尖几乎可以判断巨型肿瘤与周围组织间确实存在他所说的生命线。时间一分一秒地过去，盲切让手术室的氛围紧张到了极点。也在这时，坏消息传来，就在分离的时候哗一下就血出来，出血的情况，但这出血呢估计是这样的血管。张毅高度怀疑，被划破的血管是为肿瘤提供营养的支流血管，但现在出血处位于肿瘤下方，他无从判断。张毅一边用纱布压迫止血，一边加快手术速度。来，给我小纱布，来，松松，把它给我。我知道，我把它松松，记住了，有小纱布啊。尽管血管还在渗血，但万幸，张毅的判断正确，因为关键血管被提前阻断。大出血没有发生，这大大提振了手术室内医生们的信心。出了多少血了？现在？他桶里头有多少血？127。还有那个纱布给我来。两码。此时，肿瘤分离进入到最关键也最棘手的区域。左胸腔是心脏所在的位置，肿瘤压住了张华的心脏，术者需要以极大耐心。一点点掏出肿瘤，可全力以赴的结果却令他失望。那有几次一下，我这压几下血压就70了。一旦触碰肿瘤，监护仪上的血压就表现出异常。那就不行，我们得赶紧得把他这个瘤体拖起来，他一提起来的话就没法做了。问题或许出现在张华的右心房上，肿瘤压迫右心房，减少了回流到此的血液，而张毅施加在肿瘤上的任何压力。会进一步减少血液回流，甚至造成心脏停跳。现在有压着吗？有有有。现在有点压啊。现在压心脏了没有呢？行吗？能坚持吗？那我松一下，那肯定是压着心脏了。你看，开了能操作，你告诉我啊。哎呀，天！张毅一边询问着麻醉医生监护仪上的数值，一边调整着手上的力度。整整90分钟后。张毅才将肿瘤与周围组织一一分离。拿不出来啊啊，出不来啊，这个啊，这太远了这个。接下来的难题是，瘤子太大，胸部切口已撑到极限，如果强行取出，可能会造成伤口撕裂或损坏肿瘤包膜。不行不行，这个挤压的太厉害啊！你等会儿再撑一个。而肿瘤包膜一旦破裂，癌细胞将转移至张华周身。好嘞。张毅在何等的压力下发起了要紧的冲锋。我给你拖着啊，你拽着。准备啊！好嘞，好嘞，好。哎，慢点，太重了。20厘米的巨大恶性肿瘤被完整取出，被肿瘤压住的出血点也随之暴露在视野中。张毅立刻对该血管进行结扎。指针划过4小时后，张华平安了。瘤子很大，我给你看一下啊，这是切的瘤子。当然你们也可以照一下，它左侧那个上肺，因为长期的挤压，上叶部分都不张了。但术中的话呢，我们那个通过麻醉啊、吸痰、鼓肺啊，一点一点慢慢也都起来了，对它肺功能啊、恢复啊、身体都非常好。这是手术第一关，咱们完成。然后呢，还有第二关，就术后一关，反正一起吧，把它这术后这一关给安全度过去了。总体还都挺顺利的。一场大战结束，张毅终于踏实下来，抽空去看看另一位患者，自己年过九旬的父亲。爸，你都吃完饭了是吧？吃了。你在哪个床啊？
这个什么？哎，没事，我这主要一天这个。我知道你忙。对，一直现在做完了吗？啊，现在做完了，现在做完了。你回去吧，还是？没有，我待会儿还得处理点事儿。这次住院是因为父亲出现了认知障碍。哎，到时候记得要打，您就按这个。嗯，您这个完了，如果万一有什么事不行，您跟护士说也行。行，妹妹，那就这样。晚饭吃了？我还没有。你看，您甭管我了，您甭管我。我问问你。啊，好，那我先回去啊，我先回去啊。探视后，张毅还要回到办公室继续忙碌。完了，现在他好像那个，我听他嗓子都哑了。宣武医院的这条夜路，他走过无数遍，每次的心情大有不同。啊，往这下去。哎呀，行，看完了我也踏实了。有喜悦，也有悲伤，或亏欠。多年前，正是在这里。母亲十天后，天光从窗台进入，映到白墙上。张华从容迎来了出院的日子。张毅替这一家打赢了头战。之后，张华将回到老家医院进行预防性放疗，继续清除体内可能发生转移的肿瘤细胞。而张毅正准备前往邢台一家基层医院为当地医生进行培训。师傅导航。